父亲，好久不见。神王一家人死，这世上再没有人能威胁到黑龙。你可以回去向你的神王交差了。身为人族，你却可以操控神。 看来你身上还有别的力量，来吧，展示出你的全部力量吧。这股力量难道是无色界神力？一个凡人竟然能拥有这种力量？